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感受到大自然的声色和气味了？住城里太久，想去人少点的地方。可能是人老了，现在很珍惜听鸟叫。看山、吹风，甚至在森林里面寻找食物。香薰，一种异乡的阁楼，微生香味最为佳品系。肌理味极，芳香韵味，依法抚歌，文艺百步，这是古人对他的评价。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号，叫山珍之王。北宋画家黄须赋《茅亭刻画》中对香薰的认知，代表了当时古人的看法。夫薰君之初，皆草木并化。生树者曰薰，生地者曰菌。如何找到这种香薰呢？它一般生长在海拔2000到4000米的森林中，主要在蝌蚪科梨属植物科目上生长。这种香薰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，香沟多糖可提高机体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，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。香薰的水提取物对过氧化氢有侵蚀作用，所以可以延缓衰老。香薰菌该部分含有双磷结构的核糖核酸，进入人体后会产生具有抗癌作用的干扰素、氧化酶以及某些核酸物质，能起到降血压、降胆固醇、降血脂的作用。消化不良、便秘们再好不过了。找这种美味需要鼻子灵敏，多喝红牛，保持体力才找得住。吃法其实很简单，拿回去以后直接用来煮汤，或者是用来炖鸡。越高档的食材越需要朴素的做法，这样才能吃出原汁原味的味道。